手便知有没有？没有。MV 点击率下下叫节节高升。谢谢。大家都买专辑吗？喜不喜欢？海乐今天漂不漂亮？谢谢。哎，女神，问一下哦，小爱心在这个比出的同时呢，听说你这个专辑一发行之后啊，除了这个买气、人气节节高升之外啊，好人缘哎、欸，好多好朋友都自动的帮你站台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好多艺人朋友都、有去买我的专辑，非常非常感谢他们，感谢所有有支持凯乐的人，谢谢你们，感谢大家。不过因为你这个平常就广结善缘，人缘非常的好，谢谢。那我要再问一下，当了歌手多了一个不一样的身份，对，主持要宣传，蜡烛两头烧，身体吃得消吗？一开始筹备的时候非常的紧张，然后因为我以前是倒头就可以马上呼呼大睡的人，但是自从发片了以后都没有办法了，我失去这个厉害的才能了，特异功能消失了。对，就是会比较很难入睡，焦虑，对，紧张啦。对，但是最近这个身体都还好吗？体力各方面 OK？ 很好，我昨天还是打空手道呢，你们有看吗？勇敢，好，真的就是斩破任何的。对 ，CD 举起来，不是把死的猪拿起来，是 CD 拿起来，也、欸、不好笑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太难了吧。好，我放，放，放。